喺過去嗰24小時咧，醫管局一共就呈報咗44宗嘅懷疑個案，而截至到今日中午嘅12點鐘咧，當中仲有81位嘅病人咧，仍然係留喺醫院做接受緊隔離嘅治療嘅。就住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嘅20宗個案裏邊咧，其中有1位病人就離咗世啦，咁25位病人咧仍然係留醫嘅。喺呢25位嘅病人裏邊咧，有21位嘅情況係穩定嘅，有3位咧暫時係危殆。第24位確診嘅病人咧，其實佢係2月5號去我哋威爾斯親王醫院嘅急症室啦，跟住就入咗去普通病房，跟住隔離病房啦。咁喺琴日咧，因為情況變差咧，就入咗去深切治療部嘅，咁同埋需要用呼吸機嚟到幫助呼吸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暫時就界定佢係一個危殆嘅病人。咁有一位病人咧，就係情況嚴重嘅，就係又係最新一位嘅第25位確診嘅病人啦。咁佢就喺北區醫院嘅。咁睇翻嘅情況咧，其實都係佢係2月6號咧就去我哋北區醫院嘅急症室啦，跟住就直接收咗去隔離病房嘅。咁喺琴日咧就見到佢嗰個血嘅含氧量咧就下降。咁就入咗去深切治療部，暫時都未需要用呼吸機幫助，所以個界定嘅情況咧就係嚴重嘅。